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洛城焦点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跟陈林先生一起来听风水之道啊。今天陈林先生要给大家来分享啊，美国大选日的一个申时的大变盘。同样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12生肖的运程的改运之法。所以想了解的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线上。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林先生。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的风水传人。传承明朝国师徐登峰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是国际著名的奇门遁甲和东方策略学专家，通晓八字、四柱、紫微、六爻、梅花、奇门、太乙术、风水学、姓名学、品牌学等等。陈林先生曾担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策顾问，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建筑体系，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欢迎陈林先生，陈林先生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的，感谢陈林先生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现在大选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场大选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猜测，所以今天我们听陈林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首先我想问一下陈林先生，去年其实您有讲到的十大预言当中啊，其实您讲到了很多在今年都这个怎么讲，就是都应验了。那么其中你讲到了今年的飓风和台风特别的多，相信大家在这个上个月或者上周吧，上两周就看到了，其实有一些特别猛的台风在国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想请问您，这是您从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您的这个专业方向当中看到的吗？是的，我们去年就说今年的台风会特别的猛烈，特别的多。那我们马上又有一个飓风叫海伦了，马上就要逼近在这个佛州啊、纽约那个地方啊。那所以在紧急状态，要61个郡都要紧急的状态之中，那黄色预警的。那为什么说今年的这个飓风特别多呢？我们今年是龙年嘛，龙嘛，龙卷风嘛，龙呢，这个是变化多端的。然后呢，来龙。这个它的这个我们还主要是一个甲辰年，甲呢实际上是属木，那这个木呢是属于在东边位置。那我们这个易经讲这个东边的东风嘛，借东风，那这个它就出头了，说明这个飓风的能量，就是风的能量，它就出头了。那东南风啊，东边就像我们叫诸葛亮借东风啊，这个刮的东风啊，就是属于木气强大了。然后这个甲木又克制这个尘土，所以我就判断说今年的飓风非常的多，而且很强大。就是这个原因。那明年好叫乙巳年。乙巳乙也是飓风，但没有这么强大了。就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但是还是有，但不是像今年的这么大的飓风。马上这个叫做海伦的飓风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很厉害，马上就要到达了啊，就在我们这个过几天就开始了。所以通过中国易经的这个玄学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哪一年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通过就是叫预言的原因，就是一个依据哈，一个依据。了解。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能看到这个之前陈林先生预言的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所以呢，下面我们来请陈林先生讲讲美国大选，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现在这个大选已经临近大概不到6周的时间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的大选真的是各种的事情都在发生，包括我们这个叫活久见系列哈，就是各种的暗杀，然后还有2次哈对这个川普总统，而且好像在昨天好像这个哈里斯好像也是遭受了一个这个暗杀未遂哈。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陈林先生，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而且您之前也专门提到了选举日其实对于候选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您觉得选举日在美国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呢？首先是我们在去年的预言中就说了，今年的大选是60年来非常激烈的，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叫做冰火相融啊，这个相就是像那个虽然没有在冰火不融，地上那个上下都在抖啊，而且是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一个状态了。对对对，那这个
其实从天体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到了离卦了，离就是火，火要变革的时代了，所以就当然就会摧毁了。旧的可能会被摧毁，新的要建立，当然之间这个交接的能量就会非常的强大啊。然后因为火会把你摧毁嘛，这个打枪这个不就子弹也是火吗？你打到你就把你致死了，你理解了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今年的2024年的美国大选，可以说对于我们吃瓜群众来讲是 一场非常精彩的大戏啊，大戏。那呢但因为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还会做一个这个比较准确的预言。什么意思呢？10月8号以后啊，更没进展的大戏将要上演了。十月八号以后更多的。对，十月八号呢，我们也差不多快到了，就是续月。为什么说这个续月这个更没精彩，更没激烈，更没生死博弈了？就而且将会发生世界或者在美国发生重大事情，将会直接影响美国选举。那是因为我们叫那我们就从以什么依据来判断十月八号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刚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戌月，也就是这个戌啊，因为我们今年叫龙年嘛，是不是龙年？对。而这个龙跟戌是相冲的，就天龙跟地狗它是对冲的，也可以讲说一个天罗地网。哦。但十月八号这个时候呢，天体就产生一种网，这个网就把它给罩住了，在这个月份，就十月八号以后。所以这个月因为太临近，这个已经非常临近就是大选的日子了嘛，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来讲，其实我预言说世界或者美国将发现重大事件，而且这个事件直接影响美国大选。我们等待这个好的，这个也不说什么，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观众来讲，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这个我们这样来说吧，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哈里斯的这个八字哈。我呢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杨洋，你还包括感谢我们这个节目。原因是因为通过做这个节目，我就不断的去要去这个做一些功课嘛。在这个做的功课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宇宙密码。哦，又学习了。为什么呢？发现了一个密码呢？诶，我发现一个哈里斯的这个卡马拉的这个八字哦。怎样？八字，他的八字中，我们来看那个八字上是不是甲辰甲戌？是不是甲辰跟甲戌？对不对？他是他这个上面这个命盘是他的上面。对，他对的，就是打了两个圆圈嘛。甲辰跟甲戌看到了吗？甲辰跟甲戌。而我们的美国选举日是什么时间？11月5号吧，今年是。对，打开11月5号那天的日子哦，你也发现一件事，年月也是甲辰跟甲戌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天机，这就是一个强大的天机。这两个密码既然完全相同，你说我们八个字来讲，既然有1、2、3、4、4个字完全一模一样，对呀、啊。那他的这个四个字跟哈里斯的这个贺锦丽的八字一模一样，哎。我相信我可能是第一个在这个 YouTube 平台讲到的，因为只有做这个节目才会去观测这个整个的相。那既然有相近的磁场，就一定有某种因缘，你说对不对？对呀、啊，当然，对不对？当然了，这不是无缘。就像川普的八字跟美国的八字有相近处的吧，对不对？对吧？几乎是5到6个字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相近呢、年月。跟哈里斯的八字的年月，跟这个我们的美国大选日，太碰巧了。既然是，这是一个大的概率了、既然是一模一样，甲辰甲戌，甲辰甲戌，对，程序本来就相冲的，程序是天罗地这个地网的一个库，是对冲的一个库。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情呢。这个我们现在就来讲述这个八字原理，讲12个地支。我们今天学习这4个地支，叫做辰戌、辰跟戌、丑跟未这4个。哪是辰呢？辰就是龙啊，戌代表狗，未代表羊，那这个丑代表的是牛。
这四个库也代表四个目的，目的，什么叫目的呢？就要城是开，城是水库，但是你没有开的时候是水的目的。哦，那个墓地就是坟墓的墓，对，墓地，因为墓地就是被埋下去的意思，埋下去。那蓄呢？蓄是什么呢？蓄是火库，但是蓄就代表蓄没有被开之前是火的墓地，墓地。就墓地的就是说，墓地的意思就是说，代表这个东西被埋藏进去了。但埋藏进去，对于埋下就是那如果没有开这个库的话，那就被代表你被到了这个棺材里面去了，你明白我讲意思吗？就被埋进去了。那实际上来讲，这个八字的原理，包括我们奇门遁甲原理，就是如果重复啊，重复出现，我们称为叫福临。福临就是能量重叠，就是重叠产生出来一种福临。所以其实卡姆拉这个在选举日的这八字，跟这个选举日跟他的八字产生了一种共振福临。而产生的目的，把它能量给埋下去了。啊，你理解我说？对，不这是个发就扬是出来，一是个埋进来了。被埋住它了。哦，还不知道这个能量共振跟天体的磁场产生一种共振。哦，那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一下川普哈，川普的八字来讲的话，他跟美国的这个 Independence Day 他的八字很相近，所以川普的特性就是。火很高，火土也很高。它也有一个戌字在，你看这个戌，它是属狗的。等一下我们来讲十二生肖的运程里面，我们就讲到狗的运程。这个戌，那戌是什么呢？戌就是火的库，也代表火的目的。可是因为有了午火，中午的午火，这个戌就火库就打开了。所以川普一定是火非常之强大的。强大的不得了的火库，所以我们讲说风水师就把它叫海湖庄园嘛，风水把它定为海湖庄园。所以说这个川普他不会养狗的，因为养狗的火就大了，火猫狗啊就会火害怕。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川普喜欢吃可乐，可口可乐，他就是来降他的火，他的火太为强大了。那所以，纵观川普的这个大运的运程中，他走到了戊戌的时候，戊戌就也是戊戌变法，就是这两个字都是属于火的，他就很麻烦，他非常的麻烦。所以，整个川普的大运来讲，因为他现在走的运还是壬水运，所以就平衡了，他叫壬寅运啊，平衡住了他的这个火。所以，那我们来看那天呢，那天叫癸酉，癸酉，就是。水跟金水相生的那日子，就这选举日是金水相生日，叫癸酉。最关键的点，等一下我们来讲为什么说生时将会大变的原因，我等一下告诉大家原因。那所以说呢，哦，川普包括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也是走金水，他的大运中碰到了金水，他就旺，因为你火多，当然需要水跟金来平衡你嘛。宇宙万物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吧，理解了吗？对，那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选举日的金水旺盛，那川普所战胜的，他机得会。到的能量的力量就强大，对。明白吗？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到底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川普是不是又经过这个选举，对。几次选举嘛？这是第三次了啊，哦。我对。们来看选举的第一个。时间点是在下一个叫2016年的时间，那川普需要的2016年为什么好呢？因为2016年的11月8号是亥月，那亥月本来这个亥啊，那年又是猴，所以这个亥本来就是水的什么水的藏身，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亥可以把这个水激发开来。申呢？这个申呢，就刚说了，碰到了申，就是这个猴子旁边这个猴子，它这个水库就会打开了。所以是相所合的。以而且呢，水会来申这个木，甲木就是川普的什么正官。我们要有甲木，出现了两个甲木吧？那个，等一下我们来看的那个日子里面啊。好了，这个时候呢，当然2016年选举就成功了嘛，对不对？是这样。
是不是？选举成了嘛？好，我们再来看2020年的时候呢，是11月3号，哎，正好碰到11月3号，它没有跨越11月8号，不是亥月，是变成的火库月份。而且我不刚说了吗？丙戌又是火，而且那个日子又是戌日，看到了戌日吗？嗯，就火库日，所以根本就没有希望，没有，就是逆天的日子，就是、对，就是火的日子就造成川普的火特别之强大。嗯，对，好了，好，那从这个原理来看，我们看第三次的选举日，2024年的，我们来看看2024年了。那我们发现一个密码，那什么叫做我说？选举日的生死，什么叫生死呢？就是下午3点钟以后。嗯，哦，3点钟以后。为什么呢？因为那天的生当出现的时候，生有序将会合化强大，就是这个猴子出现的时候。我一直说这个猴子太对川普太有用了。如果这个猴子一旦出现，生有序一合，哎，强大的什么金局。那我们这个八字中，就是这个四柱八字中一个原理，就是叫三会局，三会大于三合，大于六合，所以三会的能量最为强大。申酉戌就合化为整个西方的金局，造成整个金强大的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呢，而且是庚申又通庚了，这个金来生这个水，同时来生这个甲木，这个甲木就是川普的正官。哦。而且这个申酉跟辰酉，申就会开辰的水库，所以整个的变盘可能在3点钟以后就会发生强大的变盘。啊，就是能够有这个看到这个趋势了。强大的你会发生这个时间点，因为在申后面就是酉了，一直一路都是金水往上冲上来了。那陈林先生，这个是美东时，这跟这个日子有关系啊。如果选择那个日子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戌日就没有办法的。这主要的就是。11月虽然选举的月份的戌月是火库的月份，啊，火库的木库，但是因为没有午火，没有这些东西来开它，我不刚说了吗？所以它这个火就变成了木地了。嗯，而且呢，辰又来压制它，所以造成这个火没有强大。嗯，其实就通过这个选举，因为选举日是最重要，因为这个日子就决定了嘛。就在这一天大家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你的命运了。对。对不对？对，是这个意思吗？嗯，所以说呢，在从这个选举日中得到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什么时候是金水相生的，而这个金水池到了下午3点钟以后突然会发生一个强大的金水，强大的力量，而这个能量就正好补充了川普的能量。这个三点是美西还是美东时间，陈毅先生？不管。就是不管你任何的时间点的太极点，哦，嗯，你懂吗？嗯，就不管它的，就是你美东就是美东的太极点，哦，美西就美西的太极点，嗯，你懂我讲意思吗？ 嗯，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哦，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说，我刚刚说了，10月8号以后，嗯，我们的有一件大事将会影响美国选举。啊，所以因为这个戌跟辰了，啊，因为辰是太岁。而他要来冲他，听懂了吗？程序相冲嘛，嗯，懂了吗？嗯，他两个相冲，这一冲的时候呢，而上面的甲木又冲出来了。木当然木会克土，冲并不代表说把这个库的能量会冲开哦，冲不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开库的钥匙，你懂了吗？嗯，所以冲来冲去，搞成土也很旺盛。嗯，所以木来克土，那个时间点，地球地震的能量会很强大。这第一点啊，嗯，当然一定也会发生强大的事。所以随着木是什么意思啊？请问你觉得木是什么意思？木是不是埋住了人呢？哦哦，那说明那个时间点，嗯，人类死的人会很多。哦，被埋的人很多。木嘛，木不是我们讲墓地，不就被埋下去的嘛？我讲意思嘛？是，对，因为甲又克木。靠这个土楼造成大量的地震，所以将来那个世界格局、世界东西在11月，甚至很多的大的丑都会在那个时候，黑暗的东西都会砰然一下被冲开来爆发出来。那这个事情的大事的将会影响整个美国大选。
哦，所以10月8号哈，10月8号以后，大对，家要十月注八意一号下。好吗？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所以孙悟空，我们讲的孙悟空，我以前因为这个图其实是我们上去年做的那个PPT，我把它拿过来，那就是说了，我们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总结，说川普要返回白宫，我们要经历什么998次依赖，是吧？我说生一个最大的孙悟空给他，因为孙悟空是不是可以帮他斩妖除魔？没有孙悟空，那怎么打到这些妖怪呢？而且各个妖怪都是有来历的，并不是说小妖怪。所以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不管是那个什么狮子啊，还是大鹏、金翅鸟，还是大象，那都是属于佛的坐骑，对，都是有来历的，大有来都是历。大来头的，对不对？懂吗？那个金翅鸟是佛陀的坐骑，对吧？那个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狮子呢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那得了，这都是大来头的魔哎，懂吗？所以一个魔的生死的考验，才能够让他走到这个白宫，重返白宫啊。所以当然，川普是非常相信风水的，要不然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风水师站在中间帮他。那在他最困难的戊戌那10年的时候，通过中国的风水让他一路畅通了。他在传记中也说到了啊，也说到了。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谁上谁不上。我再讲一件这样的事吧，亚比，川普当选，你觉得他会做什么？您我指们的会是发生什么？哪方面做什么？就是他有好多要做就的，不管上经济啊，不管是在很多方面，你觉得呢？都会改变呀。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说法？你想过吗？随便说一下。比如说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限制啊，对，还有呢？经济可能会减税啊。对，好，我来讲这件事情。我想一件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我今天做的节目就想到了这件事情。2016年左右的时候，2016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有幸的去参加我们九华山一个叫大的企业的一个大会，那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级别的啊，老板。那有包括李连杰有去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我碰到有一个叫做美国 Daniel 航空的一个副总裁，然后呢，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在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其实美国中国是不是在不断的在招商引资，很多的优惠嘛，我们都知道嘛，对，我给你土地的优惠、税收的优惠，对不对？是的，你在我这里建厂，对不对？是这样吗？能源的优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很多大的。就有专门的招商引资的部门，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中国全民都在招商，只要你招得来商的话，那就把你为上宾了，你明白了吗？对吧？好，那他们就是去被招商，招到有一个大西北的，有一个大沙漠，一个整个城让他去开发，将近投资大概是30亿到40亿人民币左右。哦，去建一个，他就把他的一些航空展。还有去做一个旅游的胜地，作为一个航空城，你理解了吗？建一个航空城。好了，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看完会议的时候呢，哎，美国的川普颁发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在那个时间，就是你们只要我后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点，突然一下就翻盘了。然后呢，这个丹尼航空的总裁说，我们不在中国投资了，我们要回美国。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因为川普，所有我们在绿度建工厂、建东西全部免税，懂吗？建工厂免税，还有土地很多免给予，你懂我讲什么？还有一些我们讲说叫recycle，懂吗？是什么意思？大部分的 recycle 的东西都是寄往中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有很多人就是要垃叫垃垃那个垃圾大王，就是我们中国的。”包括我们吃的这个 chicken，就是那个不要的鸡爪，我们中国人都要，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些这个五脏啊，这些都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动物的内脏啊，老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都要它干嘛呢？你跟我讲是什么？包括你看，他就说了，我们的很多的美国的地毯，你知道吗？
美国的很多地毯其实本身不是它坏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些东西拆掉以后就被成了不要的，就这样扔掉了，你知道？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寄往了美国，中国，中国呢就把它稍微翻新，又买给美国，明白了吗？嗯。他说：“那这个东西呢？”川普就说：“哎，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就在自己的国家干嘛呢？进行 recycle， 你懂了吗？进行去环保，自己把它。如果你们做这个事情，我给你大力的支持。”嗯嗯嗯。哎，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时他就在我们这里批下了一个，好像像一个岛，那个岛又接近这个海边，然后建一个机场。我跟他整个规划，他本来要投资中国的。突然一下就翻盘，不投资了，投资美国，他本来也是美国公司了。所以说，川普的这个政策一加高了这个关税，这钱嘛是你们要给我，对吧？嗯，而不是给企业中加高税，对不对？是这样吗？嗯、对不对？对。下一步呢，就是让所有的制造业，包括重工业啊、轻工业，全部回归于中，是美国，是不是？对对。是不是？嗯，实际上就回到我们改革开放，我们中国是要走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就是要什么？我们要大量的制造业嘛，大量的什么叫基础建设？嗯，我们美国其实基础建设已经是停滞几乎50年以上了。嗯，对，对不对？那大量的做基础建设，大量的这些。所有的人，我们讲的招商引资，你听懂吗？嗯、所以川普说，我可以亲自去那些地方，哪里有钱我就去招商，你懂吗？嗯。所以，我如果我再试想一看，川普当政的时候呢，整个的金融会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大家开始以赚钱为主体。对。谁赚得到钱，谁把钱能招得来，谁就为王。嗯。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试想我们改革开放来真的是中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好，就是招商引资这一块做得非常的好。嗯，对，包括你来我都可以接待你，你吃住我全部给你，全部都是不管是什么规格的人，对吧，都是从普通的老百姓，从不同的官员，他都有任务去把多少去招商多少商的，这样才能带动经济，你懂了吗？嗯，这就是我并不是说谁对谁错，我在思考一下那个时候的为什么他放弃投资中国而又回到美国来。嗯，哦，就因为当时的川普的政策，他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管是 manufacturing， 对不对？对，所有的这些这个制造业我都支持你。嗯，免税，给你免税。我给你什么出这个免的土地，对，各种优惠政策，各种优惠政策，嗯，包括你的这个员工的招的员工，就是可以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就是我们假如说这个招商引资那套，可以原班给美国，你懂吗？嗯，对不对？如果是思想是这样的话呢，全民都在招商，全世界的人都是，只要你有钱，我美国都欢迎你来。那这个整个的美国，我不刚说20年嘛，将大往从2027年，这种当我们美国在走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那种思维模式的时候啊，整个的美国就会真的革旧鼎新的。嗯嗯，所以需要这样的一种，需要川普总统吧，应该是这样的。对对，需要是说，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说那个什么民调，你们说是不是民调，对不对？哎，对啊。你觉得民调是？我是不太相信民调，民调这个实在是有太多的局限性，有太多的因素影响啊。对啊，我记得有一些这个一次的新闻中说呢，当时川普不是当选了吗？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地方早就知道了。义乌吧。义乌，对对，各种的帽子、旗子，对，那么多的旗子，那么多东西，多出70%以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已经说明了，这个不是民调，这个民调，但是这是实际的，你要去花出钱去买嘛。所以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这个 cookie， 中国这个美国历史来70年都以它作为一个标准。啊，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民调了，相当于。
相当于是啊，就70年了，从来没有失准过，嗯，知道吗？嗯，几乎这个川普的买的这个 cookie 多出哈里斯的40%，嗯嗯，哎，我也要去买一点，啊，我也要去买一点，你也去买，哎，对，这个就是这个是一种这个，因为民调呢，它可以针对性的，民调可以就是它本来限制也就最多几千人。而且他可以定向性的知道你是什么派的，我去采访你，懂吗？嗯，所以说呢，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批评谁错也谁对，但事实上现在的我觉得美国想面临的什么问题，移民的问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对，是的。第二个，社会治安是不是大的问题？对，社会治安真的在我们现在的区域真的越来越麻烦。嗯。一出去我们去做一个美容，他说我家的邻居已经被人抢劫了，然后是不是他要做铁栏杆，旁边还有人一个抢了30万的都有被偷窃，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嗯，对不对？是这样吗？嗯，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很多的黑社会已经渗透到黑豆之二四二四已经渗透到美国里面来了，所以为什么说我说明年可能会发生一场内里面的这个偷袭，就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你这样一开放的话，我所谓的恐怖主义是不是已经进到美国都不知道。嗯嗯，我们911嘛，嗯，对不对？恐怖嘛，那是蛇年，嗯，对吧？偷袭真多少蛇年，那明年就是蛇年，对，是不是这些人已经进到了，这恐怖主义已经慢慢在散布在美国了。嗯，它可以制造恐怖，让你里面内乱。虽然我打不了你嘛，对吧？对，打我个飞机过去把你的给炸掉，懂吗？撞掉，懂吗？就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虽然经济的问题，说实话，包括通货膨胀，所有因为 COVID 来这个疫情期，是每个国家要面临的问题哦。这个这些都是属于你这个，其实都是现在年轻的选民越来越多。嗯，对。他们关心的难道是？别的吗？什么堕胎问题吗？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他能不能过好生活？嗯，他的信用卡的利息是不是会降下来？嗯，对，是，对不对？嗯，他的房贷，他的水电费，是不是？对，所以川普所说的这些政策，思想一下看，是非常的什么？非常就是比较可以落地的。嗯，而不是印了一大堆钱，那个钱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没错，钱从哪里来大家都不知道好像。对啊，所以说这样，其实中国讲于四个字嘛，节源开流嘛，对不对？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把政府的这些节源开流嘛，对不对？嗯，是不是把政府啊，对啊，第二一个呢，让我们能安居乐业嘛，第二不就安居乐，我们首先居住这个城市首先要平安吧。对，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拿一把枪买一把枪吧。嗯，您个这个卡马拉，他在被前面访问的时候，他还在笑，他其实不知道他已经说错话。他说我也有枪，我要拿枪来保护自己。那你都有枪了，你要想要保护，那就说明现在有问题了嘛。没错，就是这样。嗯，对不对？嗯，是不是？对。那所以大部分的都是恐怖的，都是民主党人自己在家里买枪，懂吗？嗯，对不对？对。所以说社会动荡了，谁会来这个国家？嗯，没错。没错吧，对不对？嗯，是吧？你物价，你油价高，对不对？你的电费高，谁会来这个国家？你去思想一下看，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是实值得美国学习。没错，是的，没错，值得美国学习的。真的，我们这个时候呢，真的，你要是财神了，那个时代，你只要走到任何的政府去，你说要招你，哇，所有人都把你围住了，请你吃饭。嗯，对不对？给你最好的优惠，带你去看，全部都是免费的。对，如果真的美国做到这个时间，那美国这20年的腾飞正式就会到达了。啊，好，所以哈，这个就是这个趋势了哈。这个，所以呢，我们也会这个希望大家在今年大选啊，怎么样都要去投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哎，那所以请陈林先生讲一讲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年一直都在讲这个九运离火啊，就是火非常强大的一个时代。那您说像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就火势这么强的一个这个时代？
对，就是其实从明年开始就是四五位了，那正式走入三年最强大的火来了。嗯，所以很多人就恐惧，哎呀，这个时代会发，因为当然火来了，火势一来就是要干嘛？干嘛要烧干净嘛？对，干净嘛，因为什么都要给你干掉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我告诉大家，你不要恐惧，你不用担心，因为离卦是最高的卦，离是光明的，因为火也代表太阳，代表光明，对对，它必须先要摧毁。才会达到光明哦，嗯，这就是一个过程，嗯，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过程，嗯，让我们觉醒的过程。你不把你给那个拉倒了，你就不知道说怎么站起来，嗯嗯嗯。所以我们要觉醒，所以呢，我们要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二十年是要离开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哦，是我们这个光明的这个对光明的，就是因为你要离开黑暗，你要走嘛，你才能迎着光明而去嘛。嗯，实际上就是，所以一切都是你只要，但是看你自己本身，你到底是面向太阳还是背着太阳，就是由你自己决定。嗯，你想要光明，你的一念头一转，你就会光明的。这个就是这个爱的能量，这个光明的能量永远都会围绕着你，因为九紫的紫火本身就是代表的光明，本身就是代表太阳，光明遍照，嗯，本身就代表的是一种觉醒，嗯，那我们当然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中呢，我送给大家一些这个智慧，这个易经的智慧，这个些锦囊真的是可以对大家很有帮助。那我的频道叫陈琳说风水，嗯，都有专门做一个叫觉知奇门的，哦，那里面有讲很多能够提升自己纬度让自己觉醒的能量，实际上就是符合离的光明的那个能量，你的频率越共振，其实你外在的显现跟匹配越会让你更加的这个光明，更加的幸福。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锦囊其实送给大家的是易经中的这个遁卦。嗯，为什么要做遁卦呢？因为你在破坏的时候就会有产生破坏力。对，遁是什么呢？遁就是其实的革新，就是隐遁的力量，就是不要，就是其实这个遁呢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平衡。当你发现了不好的时候或者不对，你要赶紧撤离，懂了吗？嗯嗯，你要及时去，你要有这种智慧，就是当你一看到不对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知进退，也就是遁就是知进退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什么保护自己的智慧。嗯，有很多人就拼命冲，一下不懂得保护自己，一下就掉下去了，对吧？包括什么杀猪盘一大堆，就是很多很多的陷阱会在这个时代中冒出来。啊，那遁就是一定要懂得自己保护自己，一定要在这个发生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就是你要及时的止损，要退的智慧。嗯，所以退其实是智慧，大智慧。所以我们禅宗有说嘛，手把青阳插满天嘛，对，就插青阳，你在努力嘛，嗯，对吧？低头方见水中天嘛，嗯。对不对？嗯，这个心地清净方为道嘛，退步原来是向前。对，就是你不要老是觉得你往冲啊冲啊，其实你要有的时候你退下来思考你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顿的智慧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智慧。第二个智慧呢，就送个锦囊，就是寂寂卦，因为火太大了，嗯，我们需要水来平衡，所以叫水火寂寂。水火寂寂是成功的卦象啊，成功的卦象，就是下一页就是水火寂寂，水火寂寂就是易经中的第63卦，64卦就未寂，嗯，6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的是一种平衡的，因为水跟火是不是打架？对啊，当然。可是寂为什么要寂寂呢？你看这张图里面，我们要烧这个，不管是炖汤啊、煮饭啊、炒菜，上面都是水，下面是火。嗯嗯，对，所以水跟火的状态，水一定要在上面，就是水就上面，就是我们的脑袋要保持清醒，火就是我们的下面，火呢就是像我们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观想，我们可以观想我们的下丹田有火的能量，就是动力，我们心也有动力的强大力量，生命之力，
那如何来平衡这个与这个我们的这阴阳协调，平衡这种相互矛盾的力量，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一种智慧。嗯，刚刚说的是盾的智慧，这个就是水火既济的智慧。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啊，有关照的智慧。但是我送给这两个锦囊，一定是对你们在九运中非常有帮助的。了解，所以大家要这个收好啊，这个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想一想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就要来直接问陈林先生，有时候我也会偷偷问陈林先生啊，哎，这个怎么办啊。好，然后那这个下面我们请陈林先生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讲这个生肖是不是有点早啊，但是陈林先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定是会有他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因为您今天要讲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改运法嘛，所以也就是意味着2025年是不是对于十二生肖来说都会有一些波折。那我们很多人说我们这个稍微比较提前讲这个十二生肖，一个是我可能要去做一个长期的闭关的时间点啊，所以做节目，也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闭关的时间点来做节目。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越早了解是对我们越有帮助。当然越多时间准备。嗯，因为先机啊，我是要善战的先机。那我们要了解说明年就是四五位了，四就是蛇。五位走入了3年的火了，就走到夏天去了。就全球的火正式到达，而且是强大的火来了。大火来了。那我们来思想说，乙巳年，这个乙巳年是火的刚开始的时间点啊。然后到了中间就是午火了，午火就最高了，然后再往下走了，往下走就是未。那四五位，所以我们上次说的叫做赤马红羊嘛。哎，对，您讲过，也就是说的这个60年的这个木火的能量到达了。嗯，啊，就是这个包括我们中华的有这样的一个劫难，就是我们在60年前就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文化大革命，知道吧？那这个火太为强大，火不只是对中国影响，对全世界，甚至在美国也会影响很大，因为美国本来就是火多的。嗯，那如何把它平衡，这个火是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嗯，每个人的智慧。那我们讲说这个十二生肖来讲的话呢，首先是我们来讲，因为这个也跟我们的选举有一些某种关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上的十二生肖呢，就跟我们的星体啊，我们星体分为整个星空，古代说分为3环28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环啊，这个紫微环、太微环、天四环，就是三个区域。嗯，那把整个天体分为古代分三个大区域：紫微、太微、天四啊。然后呢，再围绕着28个星宿，这个就是整个中国的天体星象的革新，全在这里。那这个紫微啊是什么呢？紫微就是北斗七星的中心的区域，紫微就是皇帝居住的区域啊。紫微星就是北斗星啊，北极星啊。然后呢，我们的紫禁城就是我们的故宫，就是按照天体的那个方向的形式去建的。嗯啊，在天成象嘛，在地成形嘛，啊，去建的。所以我们来说，那这个十二个生肖来讲的话，其实都有一个生肖，这个紫微星。会随着每一年走动，它会走在一个生肖里面，它代表这个生肖就会得到紫微大地的能量的加持，你听懂了吗？所以它就会称为这十二生肖中的前三甲的第一位。有三甲。嗯，我们有三甲嘛，就是排三名的，那排第一位就是紫微星临到了这个十二生肖的某一个生肖。那我们就说，我们紫微就是下面就是我们的紫微痕，就是代表紫微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就是代表紫微。怪不得那我们紫微星它走动来走动去，哎，明年的紫微星走到哪里去了呢？紫微痕呢？嗯，你觉得走到哪里？哪个生肖？狗。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是狗吗？是狗吗？狗，对呀，狗嘛，对。我觉得您一定会讲这个跟川普总统有关的。对了，他偏偏就走到了狗嘛，紫微星嘛。嗯。所以说呢，明年的这个紫微星，那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生肖
来讲十二运来讲前三甲第一名哦。我们讲明年的如果排十二生肖来讲、哦、谁排第一位，谁的生肖排第一位就是属狗。哇、哦哦、那我们家有两条狗。对对对啊，那为什么说属狗的呢？因为它有紫微星，那紫微星就是最强大的地星呢，登地之星，而且紫微还要碰龙德，龙德是权威，也代表他的德性，因为皇帝要有权威跟德性才成为帝王嘛，所以紫薇跟龙德同时也降临了属狗的。那属狗的话呢，还得到了一个星叫红鸾星啊，就是我告诉大家，明年其实是红鸾，整个明年是个桃花年，知道吗？这个是好桃花还是烂桃花，陈立新？好的，因为明年是双春月，双春哦哦哦哦，所以那。属狗的单身，我恭喜大家了，属狗的人脱单是非常好的年、哦、叫红鸾心动吧，是不是、嗯、对不对、嗯嗯、所以明年有三大吉星，紫薇、龙德、红鸾，这个就那当然呢，红鸾星当然就是百年好合嘛，这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你的喜事特别多，而且这个戌这个狗跟这个乙巳年的乙就是卯，又是六合，所以说、哦就是代表的说这个属狗的人明年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嗯。嗯拥护多，然后呢得到人民的爱戴呀、啊、包括然后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是非哦。是非观，但都影响不了他。嗯、然后我们来讲说属狗人的特性，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知道你家是不是有属狗的，有两个属狗。当你就知道属狗，我们从属性啊其实也知道大概他的人的一个个性。什么个一般属狗的人都比较忠诚，嗯，而且做事不太会半途而废，嗯，他们喜欢工作，到老他也有工作，那叫川普啊，到老他要竞选，你懂了吗？嗯，懂了吗？嗯，但是容易招惹是非，在是非中会招来委屈，啊，女性容易哭，那狗呢？这个狗就是这样子，所以狗呢，很多属狗的人看那些剧啊。煲剧啊，嗯，这剧情会影响他，他也会流泪。狗的人呢，一生之中都很浪漫，嗯，懂吗？就比方说，举个例子吧，就川普好了，嗯，就这么老，牙比方说有一个美女过去，他就会吹口哨，你懂了吗？因为他觉得浪漫，他永远不觉得他有年龄的一个限制，他就是浪漫，永远是他的脑海里面的一个思维，你懂吗？嗯，嗯就是属狗的特性。嗯那我们讲说今天就这个我们看属狗的人如何在生活中改运、嗯、主要是我们今天要通过吃来改运。哎这个大家应该很喜欢哈，这个很喜欢。其实我很想以后做个节目啊、嗯、就是以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节目，找一个叫做吃出好运。哎对对对，这个可以的，这个相信很多人会愿意听。有人在帮你在做做这个菜啊、哎、这个菜怎么做，做完了以后呢什么样的人吃这个菜开什么运。哎对对对，可以的。因为开走运了开运，其实很多人呢算命师都是在算命，其实真正离开了生活哪有什么运呢？嗯。你的运是从哪里来的？运从你的衣食住行来的。对，当你改变了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运就会改了，你不可能离开生活的，你知道。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吧。那如何吃出好运来讲的话，属狗的人如果是春天，因为我们要分为四季，我们叫四季改运，以四季作为，四季是月令，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太阳之长，所以说二月四号至五月四号出生的人，这属狗的春天的人呢，他可以吃什么金针菇、嗯、啊牛肉卷饼好吗、嗯嗯、猪肺啊鸡胸鹅肉、嗯、乳肉雪糕啊吃可以也可以吃蛇的啊，因为所以说狗碰到蛇的时候其实是好运的，好运的啊、嗯、然后呢夏天出生的啊 ,5 月5号至8月7号出生的可以吃鱼类，多吃鱼类，吃燕窝啊啊，然后吃鱼翅、鲍鱼、润豆腐、豆浆，可以吃豆浆、牛奶都可以。嗯，啊，这个是个云耳、金针、这个焖猪肉啊，这个多喝水，特别是要喝最好的、最贵的水。哦，但是不可以吃龙虾。哦，不可以吃龙虾。嗯，啊、不，因为龙正好跟狗给碰冲了。了解。嗯，对吧？它这一吃就会造成身体上的麻烦来了。嗯、啊，会造成那个这个脂肪
这些坏的脂肪堆积多啊。然后呢，秋天出生的8月8号至11月7号，就是我说的这个时间不是农历，是阳历啊，可以多吃蔬菜、豆苗、四季豆、番茄，包括木瓜、龙眼、苹果、奇异果、大这个橙汁、果仁、果仁类的，搞核桃、开心果，还有猪腰汤，煲汤，是不是？这个南方都喜欢煲汤。对对对对。啊，你喜欢煲汤吗？对，是的，我还是挺喜欢煲汤的。生在这个世界的，叫八月八号是十月七号的煲汤，对吧？然后呢，这个煲鱼、猪仔汤啊，包括这个鹅肝、鹅掌，哎，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时间点属狗的非常开运的食物。好。然后呢，冬天的人呢，11月8号至2月3号。2月3号 ,11 月8号 ,2 月3号可以要多吃辣的开运。吃一些姜、葱姜蒜啊，沙姜鸡啊，这些这个酱爆牛肉啊，葱姜甜鸡啊，啊这个酥炸鸡翅啊，啊居羊扒呀，对不对？咖喱啊，咖喱很好，咖喱鱼头堡啊，是吧？对，包括这个炒蟹呀、啊、火锅，多吃火锅。啊，可这个他吃这个食物啊，可以增加他的金贵星，代表他财运会很好。嗯，对，所以我真的很想将来我们做一档节目，专门去现场做饭，然后呢做什么菜，可以做一些这个膳食嘛，就是加一些中药的膳食，做一些好的菜。对，那哪些人吃这些来开运？哎，啊，这个就是挺好的。那我们讲的第二个生肖，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是没有那么长，我们两个讲这个生肖。那明年中呢，我们讲另外一个生肖就是属龙。嗯，我们讲，因为我们的竞选一个是属狗的嘛，对，一个属龙的啊，一个是属龙的嘛，对不对？他们是对冲的嘛，对，对，是吧？那这个今年是龙年啊，那这个哈里斯呢，明年的运怎么样呢？他的运怎么样呢？首先是明年的龙啊，也得到了太阳的吉星的高照。哦，也有。有太阳吉星。属龙的明年有太阳星高照哦，但是也而且得到天喜星，记住哦，天喜星也有很多喜事，所以明年也是桃花旺盛的年份，属龙的。嗯。然后呢，凡事都会顺利，然后呢，爱情也会成熟，就是你会开花结果，喜事连连嘛，对不对？有这两个吉星高照的话，其实龙在这个十二排名里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龙男跟龙女有区别。嗯，属龙的男性运势非常高涨。哦，非常高涨，开运亨通。嗯，对。那龙的女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里斯吧，明年是走偏财运，其实他有太多的财。中国一句古话说，财多则身弱，你那么多的财来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身体就会压住，所以健康就会出现问题，就会亮起红灯。嗯，理解了吗？还有一个龙呢，跟乙，我们就明年就是叫乙巳年，乙就是卯，卯跟乙呢会相害，它就会产生一些凶险，特别是在身体健康方面。嗯，好讲。所以，那我们讲属龙的人的特性，什么好胜心特别强大。对，是的，是有点。对，嗯，而且善变，因为就寻龙见龙不见尾嘛。这个龙变化呢，像 S 型的，变来变去的，懂了吗？嗯，形势漂浮不定，而且它不会没有很强大的耐性。就是你属龙的人，比方说你迟到了，他不愿意等你的，他没有那么耐心的，你懂吗？对，但是属龙有一个特性哦，如果你办不成的事情，他都能可以帮你办成。嗯，属龙的人，如果你有一家公司，记住啊，如果有一个属龙的，你的事业很容易做大。嗯，因为龙本来就是飞龙在天，它可以把你的事业冲上去。你想要在这个这个你的公，就是你的公司中，你想做成像帝王一样的能量的时候，你的公司就一定要有一个属鼠的，因为子就是北，只是帝王。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事业做大了，你要找一个属龙的在你公司。哦，你是说属龙的人？对，属龙的人。嗯，那你公司中有属龙的，你的公司容易做大。哦。对，容易做大啊。所以说呢，这个那我们讲说属龙的人的特性
他吃什么对帮他改运呢？嗯，我们来把它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啊。嗯，那明年的话呢，明年的话呢，这个是二黑病伏在中宫，所以明年的 COVID 被锁住了，所以明年的病毒啊不是那么厉害了。哦，对，明年的病星呢被锁定住了，锁在里面了，就把它给封住它了。所以明年的很多的，就是我们可其实今年中也很多的很麻烦的一些 COVID 其实还是在流行的，但是呢明年的这种力度会被封住，就这力度很少哦，因为就是二黑的病符被封住它了，封住它了。而且蛇呢，蛇其实是生金的，是长生的，是猴子的长生，是金的长生。好，那我们假如说呢，二月四号到五月四号的龙，它要开运的食物是什么？吃白灼菜心、青草芥蓝、苋菜、什么芽菜、番茄、鸡肉，吃鳟鱼片、枸杞，然后红苹果、奇异果、红提子，那这样会得到什么呢？天德星跟月德星的帮忙，所以它就福星高照，在吃这个食物啊。嗯，好、啊。那夏天出生的呢，5月5号至8月7号出生的人呢，要多饮好的水，全世界最好的水你要去买，你不要舍得，哪怕100块美金你都要舍得去买这个水喝，你都会得到好运，好吗？嗯、那这个这个冬瓜类的食物啊，什么冬瓜排骨汤啊，什么丝瓜呀、啊、对不对、嗯、凉瓜丝瓜呀，什么鲫鱼南瓜汤啊，对，南瓜也可以吃啊，然后包括猪肉啊、卤肉啊、鸡子啊、龙虾可以啊，龙虾可以，嗯，鲍鱼啊啊，但吃这些啊，可以增加他的财运星，叫金贵星、啊。好，吃这个可以让他的财运好。嗯，夏天的朋友啊，夏天出生的，对，嗯，那秋天出生的，8月8号至11月7号出生的呢，就是吃猪脚啊、猪手啊、鸡脚啊，包括大闸蟹啊，对不对、嗯？蔬菜啊、水果啊、腰果啊。松子啊、菠菜啊、椰菜、青冈菜啊、油画菜啊，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出生的人是不可以吃猪肉、兔肉的。一旦吃了猪肉，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嗯，包括身体健康啊，都不好。好了，那个冬天出生的11月8号至2月3号出生的属龙的啊，然后多吃什么呢？吃辣的食物啊，吃羊肉串，不是烧烤吗？麻辣烫。麻辣烫，对不对？是吧？这个烧烤，对不对？包括这个烤乳猪啊，烤什么都可以啊，包括鸡蛋哦、嗯，包括猪咖喱，咖喱的猪排、焗猪排都可以，包括这个煎蛋牛肉餐，嗯、那个煲仔饭很好，嗯，都非常好，牛肉煲仔饭都很好，所以这些都属于他们的开运的食物啊，开运的食物。了解哦，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截图留存啊，这个赶快这个按照这个来吃啊，相信按照这个来吃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好运，反正都要吃嘛，对不对？大家这个能够吃到、嗯啊、而且这个刚才陈林先生讲的基本上我看都是比较家常的一些食物，都能够随手都可以得到的哈，所以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帮助大家在明年可以吃出好运。哎，好的，上次这个陈林先生也说到了哈，这个奇门的这个紫微斗数的这个部分的课程啊，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询问啊，现在还是再请你给我们再介绍一下。OK, 就是紫微斗数的课程的话，很多人都在想要学，所以我们大概10月份左右会开课啊，然后呢我会做准备，会做一些很好的视频。那这个紫微本数本来也是帝王之学、嗯、也是属于青天剑的学问。嗯，青天剑就是属于他通过紫微斗数也是他推远星体、推远个人命运的一个方式啊。嗯，然后再加上奇门遁甲的帮助，就他可以这个通过奇门遁甲的宇宙模型呢，跟他们可以 match 去，嗯，然后呢帮到他提升。比方说，哎，我走的幸好走的是我是化禄，当然我这个时候化禄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可以通过奇门遁甲的局来帮他做什么布局，增加他的财运啊，增加的财运。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嗯，对，没错，这个如果是说来这个是属于开创性的一个课程。嗯，对，所以相信也会帮助到大家。当然陈林先生您之前还说到了这个上市公司嘛，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在我们评论区有询问啊，所以在这里再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行，那这个就是之前有说过很多了，我们这个品牌叫 Nice Class, 叫好学堂，
那基本上差不多也完成了，马上就要开始就是横空出世了。主要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我希望大家以后你可以通过你学习，当你在学习过程中你都会分享了你的知识的时候，你还可以得到财富，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模型。那将来呢，不管你是在哪种情况下，因为现在很多人嘛是个知识付费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学习趋势了，但是如果你在分享的时候就能得到财富，所以这就是 Nice Class 的将来的这个理念，当然也会应用 AI 来帮你学习，这也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啊。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啊，这个通过 AI 可能我们能够获取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帮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啊。还有就是陈林先生的这个书是不是马上要出版了？对，这个书的话呢，就是很多人来问，大概可能就要十一月份以后，因为还有很多的排版，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印好，是不是？对，要去处理啊，就是，但是呢，但是我觉得，也大家也不用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书的内容，其实我可能会在视频，我的 YouTube 陈林说风水，再慢慢就会讲出来，在里面讲出来，这样你就会提前获得里面很多的资讯的。是的。所以啊，这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关注陈林先生他自己的这个陈林说风水的这个节目，相信他会有更多更新的这个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还是最后啊，来放一段这个陈林先生为我们制作的视频啊，通过这个我们的说的奇门遁甲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来改变啊，来改变自己的运气。奇门遁甲，帝王之学，东方古老术数最高决策学，宇宙时空数理模型，姜太公、范蠡、张良、伍子胥、诸葛亮、刘伯温、毛泽东等无数名人应用其成就无数丰功伟业。当今九运时代，陈林老师以古为今用，化繁为简，把帝王之术融入寻常百姓家，把古人所称地仙之术、大气造运术、奇门出行诀创新为九运奇门生活改运术。一、调方位，居家摆放开运法。二、布风水，风水布局开运法。三、大扫除，断舍离改运法。四、买东西，逛街购物开运法。五、吃餐馆，吃出好运增运法。六、去银行，吸财进财增运法。七、穿衣服，穿衣五行增运法。八、走吉方，出行办事增运法。九、做运动，行为风水开运法。九运奇门生活改运术，在天垂象，在地成形，在人应试，宇宙共振，向天借力，时空能量，及时及方，布局木器，修炼自身人体奇门，汲取吉星，为我所用，事半功倍，瞬间开运，奇门生活化，生活奇门化。好的，感谢陈林先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辛苦您，谢谢。是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都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来添加陈林先生的这个微信哈，然后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当然也可以去订阅陈林先生的陈林说风水他自己的频道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